下一份观众啊，三十六高低再来一句，下一份。日日，你咋这么好看呀？冰儿，爱心发射，括弧三十六号。没有三十六，家人们绝对是不带有配音的，家人们，欢迎大家多行客，欢迎。这个露露是谁来的吗？好，新进的家人们肯定不认识，来，家人们，西米露的露露来，家人们，欢迎球艺少女的梦啊，咱们对应礼物是两个小皮球，家人们，喜欢的家人们就捧起这皮球了。这一天，你说下一班也是正在原地跑腿，也是啥事儿不理解的。小雨，那个这么卡吗？我都做外卖，成哥，你哥呀、啊，你那个，你检查检查你家 WiFi 哥是不是隔壁的那个寡妇啥偷你网了哥？那个有可能压住线了啥的哥，完了那个哥你不行，你就是实在不行的话，哥右下角有三个点哥，调换一首清晰度哥。啊，哥，不行，咱就切换一首清晰度哥。我哥还有别大哥，大顶上不能上啊哥。你万一哪个大哥一抖包出来哥，一激动哥，你一个就是筋斗云，你就翻进去了，咋整啊哥？哥不合理，我发现个事儿。什么事儿？你等会儿啊，乔伊，你整主六六，我把你刚才那两句话我送给我浩哥，你看行不？六六，刚才他那个说我浩哥那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要是不讲给要是不知当讲不当讲的情况下，那就别讲了啊！感谢小一六十六号小星星，你这德行我受不了了。我凭本事骗你的，凭啥退啊？退不了，你这德行受不了。咱们底下下面都可以送点小礼物一起站着跑，家人们，比如说类似跟小易一样送点六六小心心，或者跟小易不一样送点其他六六礼物，家人们。对，千万别骗。行哥，那你能刷个那个浪漫城堡吗？路人哥，我多了不骗，我骗你一个那个浪漫城堡行不哥？好吧哥，我有分寸哥，我只骗你一城堡哥，说啥不骗焦天华。那你咋整啊哥？现在就是这个是属于什么什么什么风日下呀哥？就是世风日下，人心鼓不鼓不知道，但是现在那个那不鼓不说我这边不行，那话不能说，就是世风日下哥，日子不好过呀哥，除了讨口饭啥的不容易哥。哎，木哥，你说都一周都骗了哥，你说你几乎半拉点，老弟才骗你两组六六哥。你说小马的小姑的，你就亭亭玉立的，就是体板160，长得是跟长那个电线杆似的。你说往那一站这事儿哥，你保证啥呀哥？真是这辈子你就别拉了啊，就是你就搁这杵着吧，就是站着一动别动啊，就当个电线杆，家人们，对，站远点，这是不行，上杆栏吧。啊，就是站着别动啊哥，你说老妹儿往这一站，哥，你说标本露直的哥，你说进屋半拉点的，老妹儿老弟才骗你两组六六哥，骗出520呗哥，完了。不行，骗出520的，刷什么跳舞？跳舞？刷啥都跳舞？对，就这么了，艾尔哥，你那个，让我想想，刷啥呢？我看看，我仔细听。哥，你先刷66个抖音哥，咱们先看看实力哥。我看看我压箱底的舞蹈能不能掏出来。欢迎拜凡，欢迎。K K U Y U Y， 别看了，那谁呀、啊？这是啊？谁是 K K U Y？ 加一班，快点的。好哥哥都点名了 KKUS， 别看了，刷点。不是，你说你们几个就是还扬脖的，那是谁给你们的勇气把脖扬起来了？低着点那不行，我都骗半天了，就抓离了啊。
谁是丽丽啊？这谁呀、啊？这都吧？哎，看主播吧，家人们，哎，你欢迎迪迦小戴啊，欢迎。哎，来了来了，感谢，哎呀，哎呀，万一抽小心点。感谢郭路老板关注，感谢啊，加了粉丝团的哥，李宝田哥，郭路图片哥家。好哥哥，这是可能是他哥，就是多了不骗你熊岩哥，先骗一毛，加个粉丝团合不合理啊？咱们底下家人们有喜欢的都可以再送点小礼物占占榜啊，家人们。啊，这个是就是 KKUY 啊，哦，好好好，对对对，就送脑瓜顶的小礼物就行，家人们，联机优先，单次最多插队啊。感谢我路人哥加入粉丝团，感谢打倒西边路啤酒。感谢周先生，你最好看了。You wanna go for a ride? 哥，加完粉丝团了哥，第一件事干啥哥？先升个级，送手高级灯牌哥，9.9分钟没加粉丝团的，你先等一会儿啊。Hi, Bobby.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Sure, Ken.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哎呦，哥，你吃的呢？干啥有排练？真事儿，你看我榜一大哥15级吧？刚才谁喊的要给我浩哥做个牌，搁俺家北墙上都要，你们就加不个关注啊！你那上，感谢顾哥加入粉丝团，哎呀，我感谢这两位好哥哥。一人扔手高级灯牌不犯毛病吧？你那顶上都看不清，送啥呀？哥，你这么的，哥，你看看，人能看清不？哥，实在，谁喊的糊涂啊？你15级，你就是苦苦搁底下扬言是不是啊？那你先扬一会儿吧。你，但是我必须因为这两猴子，感谢朵朵，炸燃炸全场。你看看，就是借我朵朵的一手燃炸全场，一手舞蹈送给咱们刚加粉丝团的两位大哥以及直播间所有其他的家人们，有喜欢的咱们都可以一起参与参与啊！来，这一时间就相当于啥呢？我路人哥跟我木哥就是原地就是开解了，家人们。哎呦我家人们什么事儿？来团吧团吧，扔了，不是团吧放一边，哎家人，哎，你们不说温柔点吗？感谢家人们关注啊！感谢，你瞅瞅，你又让这18位好哥哥瞅瞅你这一出了，真是。这么是这时间就是借着我路人哥这六首玫瑰啊，给你们介绍一首咱们的黑007最温柔的小姑娘，家人们出白。谢谢。你走，你来到007了哥，你就啥都看过了哥。这屋里多深透啊，不是？感谢我木哥，从旁边摁住。感谢我木哥188人气啊！感谢木哥，完了我喊缺氧了，那是家人们，是我整瓶甜水喝吧？喊缺氧了，大哥们，整瓶甜水喝吧。这扯不扯的，这是这俩男的挣的，喊缺氧了，我甭想。哇，我说出来的是，这首挥洒我自豪，幸合我斗。哈，人生颠颠倒倒，境界更高。拳风风风骚骚，领尽风骚。尽情大醉，醉是最好。借酒挥洒我自豪，行合济世，论不靠道。哈，人生颠颠倒倒，境界更高。没人喊了呢。高价粉丝团都在排面呢。说完188不得是啥吧？哈，借酒挥洒我自豪。行合济世，论不靠道。你那也不是哈呀，你那是哈。哎呀，不行，回去吧。欢迎，欢迎老板，欢迎。
白天地，快点叫他出去再换几辆车。三万斤一斤，当然都是你菜鸟，一起送点小礼物，穿点毛线吧。去歌曲这俩好哥加完，他哪不是送粉丝团灯牌呢？人说谁慢慢慢？他们祈祷上天要怪之地，才怪庙里穷鬼不济。啥没有哥，是你没有，是是直播间没有哥。哥你上上边粉丝团业务里边，哥你坐下了，有个高级灯牌，中间的叫什么名字？光有个人气票。那也行吧哥，那人气票有520不哥，叫小马宝莉家人吗？我还奇怪呢哥，你应该是选小马宝莉了哥，你选007就有了哥。欢迎小新哥，欢迎这小子。刚才咱说了，我找那两个好哥哥办正事儿，加个粉丝团，你搁底下咱说了占个榜呗，新哥啊，不知道走进黑007不留下点啥，不能往外走吗？哎不是我那谁呢我路人哥洗笔座啊，你看看你是跟随两位好哥哥的步伐啊，加收粉丝团呢，还是呢就是整点小心心呢？加粉丝团吧哥，加粉丝团不用那看他跳舞，感谢小啊，行哥，那你早说呀，哥你不卡牌的我啊，不知道咋整，哎呀哇哥，你说呀哥，你这我跟你说哥，你就是多多包涵，咱哥们狼藉的这事，往后你就是我大哥，我就是你小弟哥，你嗑瓜子我草地，你只动我绝对就是不往西哥，你让我大哥我不撵鸡哥，多多包涵，你那不纯客气了吗哥，刷走520得就行哥。呀，包什么汉子？你怎么整成嘴巴了呢？家人们，欢迎二哥，欢迎。没个我，这怎么你们的脸怎么里倒歪斜的？真是家人，知道我是客气，你是真不客气哥。那你给我干了哥，老弟要不爬那纯属是不要脸了吗？对不对哥？因为没办法呀哥，吃的就是这碗饭哥，你不送520哥，我一会儿这一块钱能买个那要冰露矿泉水哥，我的嘴都干巴了哥，你不赠助520哥，我哥啥买冰露啊哥，你能不能温柔一点白白。哎呦我的妈呀，吓我一跳，我寻我喝瓶冰露怎么的了，他怎么不打我先咋的了呢？啊！欢迎新时汽车助力，欢迎家人们，真吓人呢！这是，可不咋了，快点的，他新哥，快点的，真是送点玫瑰，安抚一下我这受伤的心灵。那、从小胆就小，真是，谁一喊我就害怕，差点没有吓哭喽。你俩搁这干啥呢？你白白，你给这后脖梗戳春呢？啊，抠豆呢？到底是？我去，这比心给我手机都干掉了哥！你别激动哥，你说看点直播哥，你说刷点圆的倒是翻不上哥。你说你要给手机摔碎了，换个新手机哥也挺贵的哥，不容易哥。白姐主打多动症，哪是多动症啊？白姐纯是爱占点小便宜，吃点豆腐啥的，真是。那旁边但凡要站两个老爷们，真是他站中间一动不动，真是。旁边要站俩小姑，那左右开弓了，再说，跟游泳似的，那一整到最后一个环节，真是站中间的情况下的情况下，那手不带老人，真是。你白白，但凡哪一天我在男厕所看见你，我高低让老板起诉你，这是。来吧，欢迎洋洋，欢迎，欢迎新进的家人们，欢迎。来吧，家人们，最左侧的美星，喜欢的家人们，看看中间不说，光剩冷了。
啥意思呢？不高啊！感谢九哥啤酒撑一，感谢啊！手伸这么长干啥呢，哥？手伸这么长干啥，哥？那指定是刷大哥那五哥这个啤酒啊！我来家里面洗。Hi, Bobby.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咱说了，底下这帮家人们搁底下听半天脱口秀了，送点小礼物沾沾榜，过分吗？家人们呢？说的水都干巴了，真是。你喜欢中间的木哥？他不是，他喜欢中间的，上后边这个。大哥在哪儿呢？帮我抓两个。哥干啥？你也直播呀，哥？哥，前两天我听说就是有一块占地了，有两个八十多岁老太太，就是可能是兜里有点圆的，哥。我惦记挺长时间了，我寻思哥，你就是以咱俩这关系，我分你一个也不犯毛病啊。我可不敢。欢迎人潮水。这俩大诗人。太离谱了，哥！打完你，他俩还想吟诗一首。此时此刻，啊，他俩边他俩，他一句他一句，啊，凑个热闹。喜欢这个就是。